众生不疑，心无住意抛洒，故戒惰心不信，一切为菩萨说，不知教无留实啊，二者就立如法。佛的心啊，就是众生的心，是咱众生啊，把这个觉性受无明烦恼压迫，咱那会当去除了无明烦恼，咱的心清明的性现前，安尼，咱嘛依佛当定，有一片呢清净如镜的心嘛。所以咱应该现在有这个机会咯，听法学佛，咱达刚自我警惕，烦恼唔通阁来咯。对人事不中啊，待人接物爱时时自我警惕，爱真谨慎啊，心无注意抛洒，咱的心定定爱用功，甲切啦切啦，切好清气，唔通拖沙粉啊，烦恼无明定性，安尼一直改，压伫即个心境的面顶哦，发听入心，警惕的是咱家己的，家己爱会晓警醒呐。咱的道心唔通去互失去，最重要的一切为菩萨说法，因为佛陀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啊，那以现象人间，也以也是啊。甲咱教安怎修行，爱有安尼的耐心，爱有安尼经过的苦路，好、哦、这份的生活爱真甘愿呐。长久的时间参访苦行等等呐，真不容易。迄、那个刹那间啊，心与天体汇合啊，觉悟啦！迄、那个心境啊，化缘世界啊，现前三七日啊，说《华严经》好完全呢。向伊的本怀讲出了呢，伊内心的境界，这是为菩萨说的法啦。但是，在众生敢有这么容易通好接受呢？啊，困难呐！在咱的《法华经》的奥秘呐，佛陀开始一滴一滴呢，都点示了年龄已经济岁了，穷气灭度，但是心也是挂入的娑婆世界的众生。落去，喂，这个法安怎传呐？
安怎甲菩萨道呢？救度众生安怎传落去？烦恼啊，毋是人人安尼一接触，也都会当觉悟，都有法度伫这个大菩提道安尼去关怀幽静的众生，所以不断呢，爱用尽种种方法，所以行过了这份阿含红顶啊、哦，来到八界时哦，到红顶就大小成减算咯，来到八界啊，就是要予咱心灵的烦恼拢尽去，空掉了一切的烦恼啦。所以八戒教咱要好好用心，咱来开发咱的心，要行菩萨道。但是入灵观啊，唔通受众生的习气污染咱的心，所以咱家己更加爱有这个八戒教，唔通流失八戒呢？就是说空，所以须菩提啊，来向佛讲，供主毗卢，毗卢供主吼，所以。这些总共四位须菩提啊，还有迦叶，还有目犍连啊，等啊，四位吼啊，也来向佛表达，其实啊，须菩提已经体悟了八戒道理了。八戒就是智慧，智慧呢？会当分析是非，智就是分别智嘛，慧就是平等慧嘛。这个智分别是非啊，慧呢看了众生人人拢平等嘛，这彼智当中有吼，所以咱爱学佛，爱学的阿弥。唔通老失去啦，所以而且就理如法，大家听，咱爱学啊，发入心嘛，行在法中，如法生活。所以咱会常常讲，佛法在生活中，菩萨在人间中，咱爱。爱用佛法为咱的生活，生活无离开佛法啦。人间，咱来时时发菩萨心嘛，行菩萨道，在菩提道上啊，更幽静啊。所以咱爱时时爱用心哦。那咱前面啊，就讲过去，讲过了，对，供主吼，那么这位贫供主啊，看是偌呢真无容易呀、啊，将迄个囝呢流浪伫外面呢，真无容易，等来到门前呢，啊，佫得要逃走去呀、啊。赶紧设方法，安尼看看去接近，看看叫，安尼转来，讲话会投机啊，带入门啊，这些爱用偌尼正侪的心思来陪伴、来教育呢，所以已经会当教个，谈话真艰难呐，所以讲。义供主言吼，
来向这贫穷的囝安尼讲啦吼，讲五金多有金银珍宝，仓库盈溢啊，其中多少所应其宜，逆袭地基啦，这物件这么充足，你要用，拢会当自由啊啦。啊，你就是我的囝嘛，看你安怎用啦，你拢总了解咯。这是咱前面讲过去，无不都是法啦，用尽了方法，要让咱了解。佛陀的用心嘛，都亲像迄位长者老爸啊，找囝安尼呢，慢慢啊，甲靠靠转来咯吼。那下面再来讲，我心如是啊，动体出意，所以吃好。今我以你变为不疑，宜家用心无令了心，我心如是动体出意，这佛陀一大书因缘来人间，无不都是要教育咱人人有安尼的心。所以那位长者就亲像看众生，就亲像一个囝，用尽办法让囝未枵会稳定，这也是供诸如何，譬如供诸这段啊，这段虽然啊是殊菩提安尼来譬如这位长者的心境啊，现在嘛是同款，安尼伫咧譬如也是娑婆提，譬如迄位长者有安尼的心境吼，那看到囝会当安定，看到囝生活会当温，穿会当温暖，食会饱，要用的物件真充足哦，这长者的心嘛。就是安尼啦，中者的心愿吼，所以动体出意，中者对囝呢，就是安尼，你爱了解这个心意，莫非呢，就是要让你温暖，让你会饱，让你会当安定，那佛陀要让咱会慧命，发会滋养。爱充足啊，咱的慧命呢，才会当健康啊！啊，大家人爱真了解这个意哦，所以咱人人爱学的呢，是安尼哦。人人何为度量？何为成就？咱爱得人群中啊，所以吃好啊。为什么啊？今我以你变为不一样，那我是阿弥，其实呢，你也是阿弥啊！你我那同款有佛心哦，你同款呢，嘛会当入灵群中啊，去救度众生。你同款呢，也会当。在人群中去付出啦，当然啦，这过程爱真辛苦，但是爱唔惊辛苦，真甘愿福从做中得欢喜，咱爱真正去造福人群，造福人群有福，会当真富有，所以爱的。付出的内底呢，得到欢喜，还是什么欢喜呢？啊，发啦，慧命成长欢喜啦，我是安尼，你
啊，大家人应该嘛拢爱安尼啊。所以，如今我与你便为不义，你甲我拢共款呐，佛心为机心啊，不忍众生受苦难呐、啊。所以，义加用心，大家人啊，爱国在较用心嘞啦。过去这么长的时间，已经呢，从人、事、譬如法、道理啦，起码应该爱知呀，爱国在更加爱用心。过去唔知，都殷勤接引披露。现在既然知，爱用心嘛，安尼定能无能了事啦。唔通讲吼，法听啊，都老嘞都过去啊。唔通哦吼，咱爱时时更新。提高境界的精神啊，唔通有老实，发入心来，哎，铭刻在心板里，哎，好好，平时哎讲，提高境界，预防烦恼入心来，唔通搁在清净的心再去污染，有诶习气呢？爱国在赶紧去除，这都是不多不断在咧叮咛哦。来，过来更加了解啊，我心如是。那这一这长的时间，中者接近了伊的囝哦。那现在啦，今时是我辅助。是天性本来不移，佛心以众生心啊，本来动体不移哦，就是自性清净心。那那些学佛的人，甲即马来呢，应该爱知呀。是安怎咱逐天伫咧念？三界道师四圣诸佛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原来佛陀啦，就是安尼用心良苦，循循善诱啦，四十多年间呢，这么正殷勤，原来呢，伊把众生当作是伊的囝。众生如一柱，现在呢所讲的现在是在法华会上啊，所有听法的人，舍利弗、释菩提等等等等种种的领导者，现在拢总在啦，迄个时阵吼啊已经。体会到了，我现在开始体会到了辅助这个四圣如一柱这种的感觉啊，那都亲像天性本来不移，人间干呐，辅助叫做血脉，父亲无血嘛，老爸。敬老母的血吼，那父亲母血混合呢？这是天性，都是安尼来啦。天性本来不一样，拢是共款啦。那咱即马若听到啊，什么人有什么病呀、啊？啊，到底呢？这是遗传吗？这些？这个血脉的遗传嘛，同款的道理啊，你一代传过一代吼、哦，
这种天性本来不移，那就是血统啦，血脉吼，那就是安尼传落去，人就是安尼传。但是咱的慧命呢，慧命啊，就叫做法脉。两千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已经过了真辛苦的修行啊，真不容易哦。这经过了千辛万苦，终于把心平静下来，天地宇宙的道理用。思维心，安尼，终于呢，这以天地宇宙合一，哦，忽然开朗起来啦，正值清净啊，华严境界是真无简单，这个慧命呢，完全以天地合一，所以。本格慧海啦，完全开悟，这种的慧明法昧啊，就是要传予众生啊，只是众生啊，众生这无始以来无明烦恼不断复制复制，所以用心了呢，无明。恭敬佛陀不得不呢降尊就卑走入人群啊，安尼生活中来甲咱教育咱甲伊共款的生活，共款守戒律，共款呢那得到智慧，那么爱这个心爱定落来。这个三无六学啊，这都是咱真正爱学的。所以，佛心以众生心，本来是动体不二啦。这都是我心如是，我是大我，大我呢是天体宇宙真理觉性的大。那就是佛啦，佛陀教我以天体合一，这个大我呢，的觉性如是啦。本来动体不二哦，佛陀有安尼的觉悟，咱也应该也有安尼的觉悟，这呢就是自性清净。心，人人本具真如本性，咱的心呐、啊。佛呢，以不作为性吼，就是一切完全呐、啊，的性空道理嘛，道理呢无形无体啊，已经呢到达一种完全清净无染着，这是不作吼智慧分别众生平等，所以众生平等呢。除了讲哦，不作为性啊，搁在呢妙有为心，这个妙有啊，那就是大悲心呐、啊。因为是众生如一处啊，众生在受苦难，何奈安心呢？所以啊，妙有啊，希望咱人人发心发大。
心啊，行大的道，那就是菩萨道啦。所以妙义为心吼，那就是大悲、大智、大愿呐。所以呢，因为有大悲宏愿，不住涅槃，咋不多多？唔免过来人间呐、啊，无需要的人间呢，受生老病死。但是呢，一些因缘成就来人间现象幸福啊，这些不容易来人间的生老病死啊，啊，用伊的智慧呢，安怎样来度化众生啊？所以也大悲宏愿，不住涅槃。那有大智呢，所以不住着生死吼。那生如无生啊，死如无死啊。佛陀的发心呢，永远都活在咱的心灵。那用佛陀所说的教法，那用在现在的生活。所以啊，佛陀还是时时多加助旁，在人间不下利众生，所以伊不住涅槃，也不着生死吼。那心，人心之性啊，即佛性吼，那嘛是称作佛心。各位菩萨，心佛众生啊，三无差别啦，绝对呢无各样。咱的心甲佛的心是无各样哦。咱爱定定真谨慎啦，心勿注意吼，唔通放纵啦，甲这个无明污染咱的心来，啊唔通呢，甲咱的真如本性糟蹋掉去。咱来好好过修哦，那咱来时时呢自我敬感啦，那要定定讲菩萨话啦，而且呢爱修持不戒吼，那这个智慧唔通流失去，安尼呢生活在佛法中啦，那会当安尼啦，这就是咱修行的方向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。